姑娘，看姑娘这装扮，好像是西域过来的。好，西域姑娘听好了，您知道我们说的这个“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”，羞花说的是谁呢？貂蝉，貂蝉，一次机会错过了。绣花说的是杨贵妃。再听第二题，被鲁迅先生说的是赞誉的那个史家之绝唱《无韵之离骚》是哪本书呢？是史记。小朋友都替你答出来了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没关系啊。姑娘知道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史记赵姓。史记是纪传体，编年体是春秋。咱是不是应该对这边找啊？来来，怎么配合？比个心。姑娘可能上来就是照相的。好，告辞，告辞。